追根溯源探产地，欢迎来到今天的《谁知盘中餐》。我们每天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食材，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？我们今天要溯源的是什么呢？风干鸡、风干鸭、风干牛肉干等传统风干肉，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心心念念的风味美食。特别是和朋友小酌哈，抿上一口酒，撕一条风干肉搁嘴里，哎，那是越嚼越有滋味，满口生津，唇齿留香啊！就算是不喝酒的我，哎呀，脑补一下也觉得挺过瘾的。那风干肉呢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干香喽。但是您想过没有，这种干香的味道，还真不是轻易能做出来的。鸡鸭鱼肉鸡居首位，鸡肉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，美味与营养兼备，所以中国人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。鸡的吃法可谓花样繁多，口味也不尽相同。清炖鸡吃的是汤的鲜香，红烧鸡吃的是肉的浓香，而风干鸡则吃的是没有油腻感的干香。那鸡的干香从何而来呢？什么样的鸡更适合做风干鸡呢？按照包装上的地址，我们到江苏如东溯源。狼山鸡野性足，抓鸡基本要靠扑，不能飞不让跑，鸡肉凭啥有韧性？如东县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，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，东临黄海，南依长江。如东地势平坦，土质疏松，河港交错，盛产粮食，当地有养鸡的传统。狼山鸡因为距离如东县60公里外的狼山而得名。狼山鸡体格健壮，比我们常见的三黄鸡个头要大，通常有4-5斤重，长相很是特别，头昂尾翘，背部像是一个 U 字形。狼山鸡有黑有白，如东人视黑色为吉祥，渔民出海祭祀时也喜欢用纯黑色的大公鸡。这种流传至今的习俗使如东人更乐意挑选黑羽狼山鸡饲养。狼山鸡鸡肉纤维韧性十足，非常适合做风干鸡。我们到达如东时，正赶上养殖场要捕捉500只鸡风干，编导自告奋勇帮忙抓鸡。咱们要抓鸡吗？来，我让你看看我的身手。哎，真的，现在鸡不好抓。啊，不好抓，我就不信。你去，呵，这逮只鸡的太费劲了，不行，咱得借助点工具。哎，我说啊，平时你们抓鸡就这么生扑吗？就没个啥工具借助一下吗？那里有个工具，你给试一下。嗨，这不有网兜吗？哎呀。你早说有这个东西，不是好，这好得多了。来来来，你这样子也不好。怎么不好？我看看。来来来，看这个好使不好使啊？走，呀，走，呀，走，哇哇哎，哎，哦，哎，哇，哎，哎。
呵，一抓一个准儿，这好好使。早说有这个东西啊！来了来了来来。哦，我们的编导一网在手，那是越抓越带劲儿。可抓着抓着，吕章华不干了，非要编导把鸡给放掉，说要等晚上再抓。这连滚带爬费这么大劲抓鸡，岂不是白忙活了？为啥非要等到晚上抓鸡呢？这黑灯瞎火的，咱非得这点来抓鸡啊？哎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抓鸡都是晚上抓，这一方面又省事。不是晚上它鸡就好抓？对对对，你赶紧看看。晚上抓鸡，天那么黑，怎么反倒更容易抓鸡了呢？编导有点将信将疑。真好抓了吗？来看这个，它真不跑哎。这比白天省事多了。哪儿抓鸡啊？简直就是捡鸡。来，晚上确实，即使它躲，但是也确实好抓得很。天一黑，鸡就形成要睡觉的条件反射，相当于是在睡梦中迷迷糊糊被人给擒获的，自然比白天好抓。可就算是夜里更好抓，白天辛苦抓的鸡也不至于再放掉吧？这里头到底有啥说道呢？因为这个白天抓鸡啊，阴气比较大，所以说它因为分泌这个肾上腺激素，容易失水，所以说对这个鸡的肉质就变差了。狼山鸡野性足，白天抓那是拼死反抗，所以应激反应强，导致肉质变差。而到了夜里，鸡束手就擒，基本不会产生应激反应，所以养殖场通常是晚上抓鸡。编导是手到擒来，正抓得起劲儿，没想到又被叫停了。哦，真的，你看，你就抓错了。抓错了？啊，你看这两只鸡，一个是白的，一个是黑的。抓出来看一下啊。跟里边那个有啥不一样吗？这给你看一下，这个啊，你看看他们的鸡。哦，这个鸡冠明显的没有这个鸡的鸡冠大。编导抓错的一黑一白两只鸡，除了鸡冠比这只鸡小之外，尾部的羽毛也更短。鸡冠小点，尾巴短点，又如何呢？怎么就抓错了呢？这么一个是公鸡，就是母鸡。不是你做风干鸡不能用母鸡吗？我们做风鸡的都是用公鸡做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们等把这两个鸡拿出来，试一下。做风干鸡为什么非得用公鸡，母鸡就不行呢？吕章华却说，散养的大部分是公鸡，而母鸡大多养在笼子里。哎，我看你这些鸡啊，它也不运动，怎么都养在笼子里啊？我们这个就主要是蛋鸡，主要是以产蛋为主的。小笼子的话，它一个这个餐，一个它耗量比较小，产蛋量比较高。不用母鸡做风干鸡，难道是因为母鸡要产蛋，舍不得拿去做风干鸡吗？谜底只能等风干鸡做好了才能见分晓。公鸡都散养在外面，毕竟风干鸡要想保持干香的口感，鸡肉不能太肥腻了。所以散养是为了让它们多运动。在编导看来，想让鸡不肥腻，除了运动，节食也很重要。人都不吃了，就你们几个还一个劲儿吃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别吃了别吃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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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吃成胖子了。我们想当然的以为让鸡少吃点儿，鸡就不会太肥腻，可养鸡人却不这么看。我们要把鸡先养胖一点，把骨架拉大一点，后面去做风鸡好做。你要现在让它赶紧长肉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把就为了骨架拉大，对对对。那你这个它长肥了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后面还会让它做运动的。该让鸡做什么运动呢？狼山鸡野性足，飞两圈运动运动总没问题吧？来，运动运动啊！你们得飞一下，这样的话显得这个。肌肉肯定越来越紧实，来，走一个啊！
走。你不会飞啊？个头大，飞不起来，那就跑上几圈吧。可狼山鸡大多数时候只是悠哉悠哉的闲庭信步，它也不爱跑啊。既然自个儿不想跑，那就给点压力，不信你不跑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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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。好好好，好好，走，动起来！靠人追着跑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别说鸡了，人先被累个半死。你这个运动量太大的话，原来吃的料就比较多，所以它的料度比较高，就是吃的东西消耗掉了，不长肉了。啊，你意思就是说我这么一赶它，它吃了那个料白吃了？对对对，就浪费掉了。不是，那你的运动怎么运动啊？我们是适量的运动。既要运动，但是量还不能太大，怎么才能适量运动呢？看着正在吃食的鸡，编导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能不能让鸡在运动中进食呢？别吃了，别吃了，不让你们用这个吃了，该收了，收了，收了啊！走走走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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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叫猪呢吧？叫鸡咋叫来着？啊，咕咕咕！对，叫鸡是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咕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来来来，来来，有吃的吗？有吃的吗？来，哎哎，有来的，有来的。你看看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美食诱惑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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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这么喂食，鸡也不买账啊，竟然扎下来，踏踏实实吃起来，压根儿不跟着人走了。这也达不到让鸡运动的目的呀，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啊，你这样喂是不对的啊，因为你是第一次喂，就是说要经常训练它，要它形成一个条件反射。哦，得经常训练。对对对。那你们为什么不训练呢？因为我们规模化养殖的话，你像这样训练的话，就是成本就比较高了。那能不能利用狼山鸡的野性，想办法让它们争斗，从而起到运动的目的呢？给他们弄点平时不怎么吃的东西，是不是会为了争食就能打起来呢？来，来，来来，争斗争斗争斗，来来来来，不捏你俩，嘿嘿，黄瓜。没想到，刚有那么点意思。吕张华又跑出来拉架了，就我们也不能让他经常打啊，一打的话容易受伤，容易出血的话就容易死。哦，要真打架了，你还得给他拉开，是不是？还得劝架，还得劝架。飞又飞不动，跑又不让跑，打打闹闹也不行，我们实在想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让鸡适量运动呢？有这个钩子，我们就能够让鸡适当的运动起来。就靠这钩子呀？把钩子吊在树上就能让鸡动起来吗？难道是把鸡吊起来做伸展运动吗？钩子到底是怎么让鸡运的呢？我们把树吊下，主要是增加它那个活动量，把头伸起来嘛，就是背部的纤维会稍微要粗一点，比较脂肪的相对减少了。感情这些铁钩只为把各种蔬菜吊起来，在蔬菜的诱惑下，鸡想要吃到蔬菜必须伸长脖子才能够得着，这样一来鸡的消耗不会太大，又能达到适量运动的目的。看来风干鸡要想干香不容易呀。不过我们还有一个疑问，制作风干鸡为什么不能用母鸡？什么样的工艺才能让鸡有干香的味道呢？我们继续溯源。
风干鸡无风咋风干？公鸡和母鸡到底啥不同？在江苏如东，我们发现为最大程度保留鸡的原香，风干鸡入味儿是用最简单的料理，盐和花椒调和在一起，均匀地涂抹在鸡身上，充分揉搓。调味容易，风干却是件难事儿。喂，推着里边风干啊？对啊，我们这个就是房间，在这个房间里面风干。这密不透风的一个房间，你在这里边风干，人家不都是在那个室外风干吗？我们不到外面风干的，外面风干的效果太差了。整个冬天是如东人制作各式辣味的最佳季节，将盐和花椒均匀涂在辣味上，只需要拿出来晾晒，把美味交给时间。而这种世代传承的习俗，在翟海卫看起来问题不小。你看，像就咱们今天这种天气啊，湿度就比较大，要把它收到里面去，这样的话就导致了那个鸡的风干时间就会延长的，时间一长啊，它这个鸡就导致它变质。寻常百姓家晾上几只鸡，只要用心，倒也不至于让鸡变质。可如果成千上百只的晾晒，赶上阴雨天，还真就是件麻烦事儿。风干鸡的品质很难把控，而且室外风干也会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。挂在外面啊，容易有那个虫蚁、灰尘粘上面去，就不卫生了。老百姓自制风干鸡只能在冬季，可作为加工企业，不可能一年到头只在冬天生产呀。这么看，大量制作风干鸡放在室外的确不现实，可室内风干却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。我手里拿了一个风车，感觉到啊，在室外这个风啊还是非常强劲的。那么我们如果在室内风干的话，它还有这么强的风吗？风干鸡好歹得有风吧，没风怎么干呢？可在室内风干，风从何而来呢？这个地方叫风干房，我们来检测一下啊。你看这个风车在风干房里它完全不动，这个房间里根本就没有风。那么在没有风的情况下，它怎么来进行风干？我们观察发现，鸡挂在风干房里并不是完全静止的，而是在不停地转动。那么转动是否能解决风干房无风的难题呢？如果运动起来的话，它是有风的。风干是靠鸡的运动来带动这个气流的呢。看，不动，也就是说目前这个运行速度还不足以产生这个气流。显然风干鸡以这样的转动速度还不足以带动气流，风干房里到底怎么才能有风呢？我们继续寻找，终于有了新的发现。风车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，它会有非常强劲的风推动它转动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我们往这边看，这边你看，它是有一个出风口的，推动了这个风车呀，转动得很快。风干房里果然有出风口，但它是不是让鸡风干的真正原因呢？如果室内吹风间隔时间过长，很难起到风干的作用。我们现场测试，鸡多久才能被风吹一次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风车再次转到这个风口这位置呢，用时是52分06秒。这么长的间隔时间能起到风干的作用吗？如果不能，让鸡风干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？翟海卫却给出了一个十分意外的说法。风干不是靠风吹的。啊，风干不靠风吹，那靠啥？靠那边。这边。
这像是一个柜式空调似的，你看，也是可以吹出风来。那么这个东西，它不等于说又是一个出风口吗？它难道就多这么一个出风口，就能让鸡完成这个风干吗？说是风干不靠风吹，可这个像是空调式的东西，除了能吹出风来，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靠它，真的可以进行风干吗？我们这个是靠除湿机把这房间里的湿气给抽走了。嗯，像第一天我们刮进来的时候湿度是70%左右。嗯，然后我们一个礼拜后将会降到45%。感情室内风干靠的不是风吹，而是抽湿，这样就能做到无论刮风下雨，一年四季都能够开足马力生产。但是编导还有一个疑问，凭啥母鸡就不能拿来风干呢？你看，这就是个母鸡，我把它屠宰了，然后和公鸡一起做，一个星期以后你看它效果。七天后我们再次来到风干房，湿度已经从70%降到了45%左右。靠着这么一度一度的精准控湿，没有风也能完成鸡的风干。那同样风干了七天，公鸡和母鸡到底有啥不一样呢？站导，你来看一下这两只鸡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两只啊？对。那就这很明显嘛，你看这只它是这个发白，这只它就是这个发红。一红一白到底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就是母鸡。那它为什么发白啊？它这个母鸡的皮下脂肪比较多。哦，这个发白是因为皮下脂肪。对对。哦，那这个这是公鸡喽？对对对对。那是公鸡，它就是发红，你哎呀，确实干干的。对。它没有什么皮下脂肪。对对。母鸡仅仅是因为皮下脂肪多，就不能用来制作风干鸡吗？在口感上跟公鸡做的风干鸡到底有啥不同呢？用母鸡啊，就没有公鸡这么干香了，没有那个干香味儿。哦，没有干香，吃出油腻腻的感觉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公鸡原本就比母鸡皮下脂肪少，而且养殖场中的公鸡是散养的，母鸡是笼养的，运动量也不一样。再加上散养的公鸡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所以只有公鸡做的风干鸡才能吃出干香的味道来。从北京到江苏如东，行程1000多公里，我们一路探寻风干鸡干香的奥秘。溯源中我们发现，夜晚抓鸡只为降低鸡的应激反应，好口味源自养殖者对每一个细节的拿捏，没有放飞，不用奔跑，一个小小的铁钩也能让鸡肉纤维韧性十足，没有风吹，没有晾晒，控制好湿度也能够完成一次美味的风干。现代工艺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细节上的拿捏。中国人烹饪啊，放什么材料，各自的比例如何，全凭大厨少许二字的拿捏。出来的是什么味道，只是做到心中有数，靠的是大厨的感觉。所以说，就算是同一个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，做出来的味道也不尽相同。那这就是传统工艺的弊端，缺乏统一的标准，没有办法规模化生产。而现代食品生产，从选材、种养殖到加工工艺，必须做到争斤论两、争长论短。好味道那是算出来的。有了这样的保证，新工艺同样让您一样吃出老味道。好的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《谁知盘中餐》，追根溯源探产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。